绝讯的开服节奏笑死我了，但是怎么这么熟悉，玩法简单，霍金都能玩得爽，走格子无聊，治好了我多年的失眠，爆炸的 100G 内存让我的华为苹果电脑集体升天，游戏连自动战斗都没有，玩起来太累了。在绝讯直播分区播放崩坏三兔女郎视频，赛博生命荣登王座。绝讯的这波开服节奏你是否感觉熟悉，好像新铁原神的开服版本就已经经历过了一次次这样的乐子。不对，播放崩坏三兔女郎是新的乐子。不过绝讯的玩法真的简单吗？我的观点认为不简单，当然这并不包括第一章。第一章真的是简单到霍金都能玩得懂，最开始的怪物简直就是毫无动作经验基础玩家的福音，怪物们的闪避震刀提示音极长，给玩家的反应时间极多，就算是霍金附体闭着眼都能轻松打过。但第二章随着主线推进开始，游戏难度猛然提升，提示反应时间锐减，怪物的攻击动作更加迅猛丝滑，且有快慢刀动作，必须得熟悉音效，在极短的时间内做出反应。一旦震刀成功，闪避成功后的爽感反馈，对比第一章的屠夫来说要爽得更多。尤其是第二章最后的 boss 机械缝合怪，他每次出手至少两个动作，如果格挡闪避了还好，如果失败了就会被连续攻击多次，除非换人，否则出场角色很容易的就无了。因此绝讯的难度是循序渐进的，给玩家们了一个适应的过程，越到后面越难，但是对抗感也会越来越爽。而走格子无聊治好了我多年的失眠，这点还真是。前面期的走格子多半是重复性的，没什么解密，都是一条路走到最后，再加上阴暗的色调背景音乐，让人非常想睡大觉。如果你还和我一样疯狂的跳过人生，那么你的困倦会更加严重，全程昏昏欲睡，搭配上前期简单的战斗难度，哇，眼睛一闭天亮了。所以这点的确是不可否认的，后续的走格子游戏体验时好时坏。在零号空洞内，因为随机性与可玩性，其实我认为是挺爽的，但在前期主线剧情中一眼就懂的解密太过于重复性，同时剧情全程跳过的确催眠。好在第二章后半段走格子有了明显的改善，战斗的高度集中，看剧情的细节思考，在走格子里反而是一种轻松，战斗剧情走格子全部加在一起才是走格子的真正体验。因此你觉得它是屎吗？其次，绝区零 PC 端在安装时内存才有 100G， 安装完后绝区零的总内存量直接缩小到了 60G 以内，这点不是抨击绝区零的点，你应该想想这么多年内存都是这样的，不要睁着眼睛乱说，你还有很难的啦。好好想想在收入上有没有上涨，有没有好好努力工作，设备有没有正常迭代，自己内存哪里多了，我真的是快要疯掉了啦。最后就大家喜闻乐见的老节奏复刻。众所周知，崩坏三兔女郎节奏是好几年前的事了，但最近有大量新主播在直播间挂这个，而且每个新主播直播间至少都有几百人几千人在线，他们发着同样的内容，有着同样的间隔，使其直播间满屏弹幕。最开始我一脸懵逼，心想这是什么玩意，现在我算是明白了，这就是冲着绝区零来的。但是玩这些阴招毫无意义，因为好的游戏诋毁不了，坏的游戏捧不上去。米哈游次次荣登王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方向正确，并且愿意付出更多的成本，这样反而能降低更多的宣发成本，以此形成良性循环，所以才造就了米哈游成为二次元游戏一哥的地位。当然像平台买量营造社区讨论热度也是少不了的，就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宣发，以小博大。但是别学明朝那波实抽露出犄角。除此之外，大家还想看我解读绝区零的哪些乐子呢？我们下期绝区零视频再见，拜拜。